还问人家什么叫三无渔船，这些渔船是做正当的事情吗？是不是我们好好一个人假如走在路上需要把脸蒙起来吗？像那个这个大盗一样的。我要坚持我们应该要继续的执法，当然这个执法中间有很多技术性的，当初两岸的渔民是非常的和谐，而且越界的一定会请回来，不是关而是扣留两天三天，大家很平和的再放回去，我们也会被他们这样子，希望再恢复到那个年代。好，说如果今天看到大陆的渔船过界的话，我们就要炮击他们，你觉得这样是一个能够回到以前过去那个年代的方式？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。好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对岸是我们，也是中国人，